是万桥蓝园的白橡交配编号，是一株很绿的花跟白橡的交配，然后这个是在十根苗开出来的，这一号编号是 QM163，花梗性很好哦，这个是十根苗的初花，第一次开的，然后可以看到它目前就是双花梗，每一梗的话大概有两朵到三朵。开出来，开出绿花的几率蛮高的。这是我刚要开的，还没有开顶，还没有开顶。它的绿斑纹非常的漂亮，花茎开出来其实都有超过6公分。那这个都是实生的，第一次开，可以看到这个花苞也是超绿的。这一株是昨天还是花苞间，就是目前开的进度这样，还没有开顶，非常的绿。漂亮哦，是一个新形态的一个现代交配花，这编号只有我们有，算是独家的，十三秒开花株提供给大家参考。然后这一株也是整个开，现在目前看到的都是木花苞。那另外这一株也是从地开出来的，我看一下，从地开出来的是绿的，但这株斑纹就没有那么漂亮。刚刚新开到那株比较美，然后我们这边有开出就是绿竹红斑的，也有可能会开出，因为这个是实生，是几率问题。不过绿竹红斑其实也蛮美的。2.5寸的同批十生苗，现在目前有在出售。如果有喜欢的话，可以再跟我们联络。